有没有再婚的想法？哪家没？绯闻报道，记者难多进。任娥，终于有一个既帅气又有明星气质的国务总理诞生了。李凡秀，向总理坦白我真心的那一天，就是我要离开的时候。蔡贞安，蒋科长真是我的守护天使。或许我只要当你的守护天使就好，却偏偏说出我喜欢你。尹诗允，未来戏剧台预约爱情，敬请期待。